这是我们蜀山赞记专属的天灯，我们让吴奇隆现场挥毫一下，收，第一个字是收啊，很明显后面应该是收得到钱啊。哦，收视啊，收视长虹吗？好，吴奇隆在戏里面呢有形象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要不要再写一遍？多写一遍好了啊。好耶，好，现在已经看到第一面收视长虹，又写第二面了。哦耶，今天这个很有文采吧，诗性大发。哎，这个好啊，大家都知道吴奇隆是一个非常有爱的，除了对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、兄弟，还有剧组工作伙伴，甚至是同业后继，还有粉丝啊，那么他对台湾这个家乡当然也是有非常多的感情。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写的是台东加油，哇，太棒了太棒了，耶、yeah. 好，拿着这个天灯合照一下吧，来，最棒的，接受一下。